大家好，我是新剧 CC， 记得为我投上一票，莎莎，我就来杀你了，你等着吧，你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轻跳，跳舞分有跳、有曲跳和没曲跳，这个就是先让你展示一下轻跳的武功厉害，然后一会儿再放音乐啊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别着急，来，那这个时候来放一下我的新歌啊，它当时就想起我的看看他能不能配合上。这是我的新歌，叫《选择的意义》，五月中旬会上。哇塞！灵魂舞者，什么歌都能跳。哎，真的配合上了。关心你未必就能陪伴你，你的未来并不需要我参与，我们该明白选择的意义。我看这个不是爵士，因为他的麦一直没有开。对啊，你刚开音乐，亲爱的。对，你看他又不说话了。我这新歌不错。喂喂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音乐放错了，我不是跳这个音乐，你们自己体会一下吧。看我的舞姿，你们应该知道是专业的，不管有没有音乐，我轻跳我都是专业的。莎莎，你来吧。哎我的，这就是街舞的文化，真的非常棒。不管有没有音乐，我就是专业的。